叫孙海桥，准备前往三大温泉了。这样，走山路要了我的老命，要走24哎、欸。对啊，一下。我本来以为只有走20而已。然后想说，孙海桥是800，然后爬升到600，就只要1600。结果呢？没想到孙海桥只有500，崩溃！听到1600就已经崩溃了。我刚刚看到我没有到800，我都吓到了。真假？有没有看错、啊？算了，七分之一的，好累啊！户外的 YouTuber 好像不是那么好当哎、欸。还是我太认真的。我想要开快船上去。我觉得如果凯撒你在的话，他可能会奶管理员说，在，对，我觉得他会继续承受疾风苦雨的天气。刚看地图，这边到三分左，自己是二分左，最到三分左的话，因为我们等于是快走四分之一了。四分之一啊，快走四分之一，因为三分之一不是一半吗？没有吧？雨幕都起来了，希望不是在下雨了。好美哦，超美的，山岚。要是如果没有下雨，会更好。接下来三天天气会比较好，不然我真的觉得我喝掉东西跟吃掉东西还是没有减轻的感觉、欸。云瀑都还蛮漂亮的，不过好累啊、哦！我真的没办法说出看到这个美景走这么累都值得的这句鬼话，我真的觉得太累了。16K 的崩塌出来了，原住民还有路上经过的人都说这边像是崩塌最严重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经过的话，要小心一些。然后你要注意一下左上方有没有落石。如果有落石，那就稍微等待一下。结果我们还是走到天黑了。本来想说我们5点应该看到，好累啊！还有四可以躲，好厌世。
觉得今天最幸福的是也在期待里面的，受不了。我还蛮怀疑我后天会不会失温的，因为太冷了，变寒流来的正不是时候。准备睡觉，明天还有一个假期需要努力。包之前呢，就带大家来看第一件动物恐怖吧。哇，很大吗？蛮野的。这是卫浴室，反正有带大家来看过的。然后这边。太少人找了，所以我们刚刚迷路了好几次，终于切回，好像有人走过的路。我们看到丹大西了，然后那边还有两个支流，丹大东西跟丹大西西，代表温泉快到了才怪。我觉得常人应该没有法理解，我们可以为了一个温泉走了这么久的路。稍微浊，不过至少可以喝。好困难。那我们现在走多少？走很久了，所以真的就是三 K， 然后下走就700。白月会这么累吗？小鹿表示没有啦，还是有啦，但是没有那么还是有。路上都会有很多步调，不过记得在上面1800公尺的时候到樱花树那边绝对都没有步调，应该可能都是被崩掉了，所以走到那边的话可能只能自求多福了，然后可以参阅2019的 GPS， 不然很容易就迷路了。这跟五双最后一段超级像，可是这一段比无双的那一段还长了好几倍，看，我超讨厌这种路，路越太厚会一直滑。到丹大吊桥了。
你敢信吗？我们有过这个桥啊，而且你知道这是什么桥吗？铁线桥，铁线桥，很多铁线的，还是盘空洞。我们要分脱皮发麻了，我觉得好高、哦。它是铁线的，而且从来没有人维护哎，你觉得？先做好。万丈深渊哎！跟着一号。好像有看到橘色的，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搞不好他们去爽啊！对，对，赶快！哎，我看到人哦，好像有看到人，你看看，看到人了，等等。他在脱衣服哎、欸，是爽了，可恶！你看这颜色都是红色的，耶、yeah, ！温泉，超，应该是温泉。我闻我的鼻子，我的鼻子是觉得是温泉。是吗？我闻到的是温泉的味道。好，那你就揭晓了。我觉得我脚又有力气了。你看，是温泉。温泉，温泉。啊，你看，哦，好激动的感觉哦。
哦哦，你看到了，我们到温泉了，好感动。到山到温泉了，长途跋涉。耶，这全部都是温泉哦，还蛮烫的哦。哦，咻咻咻哦。坐在那石头上。哎，紫菜蛋花汤。耶，今天不用煮汤了。哇，这些都是在冒烟哎。哦，还蛮烫的哦，觉得可以饮一些水来。哇，好大池哦，哦，好烫哦。耶，到了。啊，传说中的丹丹温泉，好累哦。对。现在这个声音好扯哦。哇，一直下冰线呢，下冰线。哎，你看，哇。上山，说好的泡汤，结果是泡在冷水里，好冷哦！啊？你们两个都冷到热汗了。所以你们爬百岳有几次这种经验？一次的经验而已。干我第一次，我就这样子了。有好几次。有好几次，我觉得好冷哦。